雷神为什么必须带雷枪背？没有啊，攻击背也可以。一般攻击背、雷枪背哪个词条好带哪个？谁跟你说必须带雷枪背？什么情况必须？没有必须。雷枪背和词哪个词条好带哪个？没有必须。你带岩伤背能打满星也是可以的。我曾经用岩伤背甘雨打满星，那也可以啊，凑个乐团套啊，伤害够啊。游戏是活的啊，人是死的。不要轻易模仿啊，我是可以。有些小伙伴可能就啊，老木教岩伤杯甘雨凑套装乐团套可以打满星，我这就去凑。哎，等一下发现我操，我怎么打不了，我操，我这是没伤害呀、啊、我操。你凑绝缘套，你带个他们要冰伤杯雷神，伤害够就行了，循环够就行。这期对伤害要求太低了，像一般高练度的小伙伴啊，我把他雷神换成冰伤杯确实是可以随便满星的。超导只超出自己极限的开导，给雷神带冰箱杯能自我超导。NGA 的数据理论那些东西确实有些时候有用，但是对于普通玩家来说，毕竟他没有 PVP 也没有排行榜，不需要搞得这么复杂。 NGA 的东西他讲的是细实战，你自己玩起来你会发现没有 PVP 也没有排行榜的东西，你只要打满星就可以了，甚至一边聊一边打就可以了。什么输出手法，谁先放什么，哪样数据高啊，怎么配装数据好啊，打出来的伤害高啊，每一步都列得很到位，确实是没错，确实没错那些数据地，好吧，发帖子的数据大佬。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，普通玩家的话，他没有 PVP 也没有这个排行榜，没必要做这么细，就按着流程打，配装按着主流的配，只要你不要歪得太离谱，生命杀雷神，岩伤杯雷神，攻击头雷神，这样子乱配，只要不要这样子乱配都没问题的，好，神殿罗星就乱杀了。所以什么那些数据地的东西你了解一下就好，不要把那种细节抠在自己的身上，抠在自己身上你会发现玩得很累。强迫症本来就是个剩一步强迫症的，本来就是剩一步毒狗，然后你配对什么的，剩一步什么的，操作什么的，你都要抠死细节，往死里抠，没必要。好，你要抠细节你不如去英雄联盟里抠啊，这样你细节拉满把人家打爆啊，上王者啊，上峡谷之巅，你不如这样来啊，你把这些抠细节的功夫花在有用的事情上面，有用的游戏上面，哪怕这些细节的时间你去打个英雄联盟高段位，你都是属于有用的。这里又没有高段位，也没有 PVP， 也没有排行奖励，也没有全国联赛，这无用功啊，知道吧。我是属于有些小伙伴低配的号我能打满的是因为打多了，肌肉记忆有一些细节我会在意，这些都比较低的号它是要操作上面要有一些细节，不然的话打不满。哎，这个是我已经习惯了，好吧，我打的号太多了。149爆伤打不过11-3，你只说爆伤没用的，原神又不是一个爆伤的游戏。攻击力、暴击力、配对、剩一物、天赋，怎么有人问属性直接说一个爆枪呢？你干脆叫爆神算了，别叫元神。你怎么不叫爆神呢？啊，能不叫爆神，要叫元神。只看爆伤，就像去看医生的时候说，医生我不舒服，哪里不舒服？人不舒服。我问你哪里不舒服？我人不舒服。喂，你好，119报警中心。我这里着火了，你们是哪里着火了？我家里着火了。你家里具体是哪里？家里厨房着火了。那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客厅桌子底下。我要怎么才能去救你？你们不是有消防车吗？温迪天赋没有跟精通相关的，对，温迪的技能天赋都没有跟精通相关的，带精通干什么？老铁，带精通干什么？你问这个问题之前能不能好好看一下温迪的天赋？你再看看砂糖和万叶的天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能带三金了。老铁，扩散，扩散你妹，扩散远不如攻风暴啊！万叶就喜欢带攻风暴是吧？啊，温迪就喜欢带三金通是吧？绝弦被动，哎，你爱咋咋地吧，喜欢带能玩就行。你甘雨火箱杯能打满星，我也不会说你什么。开白，你有精通封套，你怎么不给砂糖？你要给温迪？我搞不懂，你这么多套吗？你精通封套这么多，不给砂糖，不给万叶，精通封套啊，要给温迪？我是真的搞不懂。我开白，所以我开白了呀，对吧？我说什么原因？说温迪没有天赋，说伤害不如攻风暴，不如精通风暴给砂糖或者万叶。你也有理由，你也什么？哎，绝弦呐、啊，扩散呐、啊，伤害呀、啊，那没办法了，那说不通，我只能开白了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，是不是？我还按着你的头，按在键盘上，来，一定要带冲锋爆，否则游戏爆炸，电脑爆炸，键盘爆炸，我还按着你的头让你带不成，对不对？你不肯带，那我也没什么办法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直接开摆了。